没办法跟你们互动，对。Yes，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来玩的心态为各位演唱。OK， 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反正大家都还没热嘛，因为下雨天一直在降温。第三首歌，感到幸福，为我们的贝斯手唱的，感到幸福。结束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Yes， 生日快乐！好了，其实我又怎么了？等待幸福 ，Yes， 对。走失恋的时候，我帮他写的。他就跑来找我，哎，我伤心哎。
我说怎么了？那时候我在打猎，还没有狂犬病之前，对，就前几个礼拜，前几个月这样，他跑来找我说他很伤心这样，对，他的另外一半失踪了，对啊，我赶着再带回来打狂犬病打疫苗，对啊，然后就帮他写这首歌这样。然后你们写完歌之后，不是说好要去南投开生产店？然后写完这首歌的时候，狂犬病疫苗就来了。我们专卖又花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台中，就是开一间山产店，然后只专卖又花、跨虎、以德币、狂犬病，然后再跨虎未打针。哦，那你们看到的时候不要真的买了，哦。现在是怎样？在说什么啦？现在怎样？现在我在讲故事啊，因为时间还很多。哎，要不要预告一下？啊？明年七月的时候。对，我们刚才在后台有讨论一下，就是明年七月我们可能会发我们乐团的第一张那个 EP 啊。对对对。你知道怎么发 EP 吗？因为要解散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乐团明年七月，因为我们乐团我们都是学生，对，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。先从我们的鼓手，不是鼓手，在那边，鼓手这样。喂，你为什么在我左边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没有打针啊，不好意思。没有打针，等一下我开始发咒。先从这介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南。对，我是 solo 吉他手，谢谢。他叫郑阳。你们记住了吗？等一下会有奖品，一支狂犬病，狂犬病。OK， 略过我之后就是贝斯手。大家好，我叫心智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生日是什么时候？其实是明天啦。其实我刚才是有投钱给那个装傻鲁宝，他们才唱生日快乐歌。五十块，其实他们说奇怪，这十块谁投的？所以他们不知道谁生日。是唱给他听的，其实。我们期待克隆。大家好，我是逸文。他是，你觉得他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哎，你厉害哦。对，他是女孩子。只有你看不出来吧？哇，你跟他生活这么多年，还是觉得他是。哎，这样我们的鼓手。Ruby。Yeah，Ruby。他今天已经三天没洗澡了。Yeah。是吗？我怎么刚才进去后台一股那个果然冒错掉的味道？又换。古老豹就是我们那个原住民卑南族的那个田鼠的意思，对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闻，好闻嘞，好甜。对 ，OK， 下一首什么了？下一首。哎，不好意思了，没背歌单。哦，下一首歌是来自朋友的那个乐团，那主唱跟我一样，比我还胖。有在拉裤子，有点卡到。对，我们这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哦，声音很厚，因为重量有够。声音很厚的歌手。声音很厚啊，然后正面看也很厚啊，侧面看也很厚，背面看更厚。对，骑一台100cc 摩托车，好像快被他解体。摩托车哭了。OK， 啊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台下都那么冷静，飘落。手发错了啊！Yeah.
跳舞好，落叶不停地飘落，声音消失在我眼中，啦啦啦啦，一样微笑的天空，回忆片片剥落，是什么让我不再回头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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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发现一件事情，地瓜球，对，哎、欸，地瓜球是什么意思？哎呀妈呀妈呀妈呀，地瓜球，是在讲那个乐团的主唱的意思吗？对，哎、yes. 欸，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他又来了，对啊，他带我去打电话了、啊。你今天早上，你今天晚上讲什么？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好笑。就是我今天怎么会一直喷口水？奇怪，完真的完全变了吗？我一直唱一直喷呢，这样啊，一直撒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湿啊，你看这都湿了。对啊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应该是比较人听过了，比较有人听过，比较多人听过。这首歌是那个不知道谁的歌了，忘记了。老歌老歌。没老歌了，哎，你在心口难开有听过吗？有嘛？对对对，啊，就是来自 Machka 有听过吗？有。啊，他们改编的那个老歌，啊，这首歌是谁唱的？你们知道吗？邓丽君吗？邓丽君还是凤飞飞，还是香奈儿？香奈儿。罗浮。美人茶。罗浮大桥。也许是蕾哈娜之类的哦。要问在台下的前辈的老一辈的长辈，对啊，这是资深的音乐人，想请问一下这是谁唱的？我忘记了，台下都没有人知道。好了，那就让他。我们家路口卖槟榔那个阿姨的吧。王世宇唱。说魏妈妈吗？类似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你在心口难开，等一下会有贝斯手的 solo， 我再介绍他要追求的那个人是谁 ，OK？ 哎，那你在心口难开。爱你在心头难开 ，Yes， 请嫁给我吧，爱你。如果台下有被念到名字的那女孩子要起立哦。你可知道我在爱你？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哦哦耶耶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你可知道我在想你？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知道我存在。
亲自。他说不要，他会害羞。私底下他会打电话给他。他的贝斯经验呢，要五年才学成这样子。吉他射手曾阳。在心口难开，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那个孩子的名字。对 ，OK， 我们今天表演到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没有啦，就是今天，现在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。对，因为我们明年七月的时候要试试看解散一个月啊，试试看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换一个特别来宾，先请他过来。出来，你给我出来。是是是，出来哦，来，这不错，看看啊。不要凶嘛，我们要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赶去那个都兰那边表演，然后表演十分钟，赶快回来，然后先听他们，先听吉他手们要去，好，然后他的椅子来了，是想坐的可以过来一起。